拆，把这个行叉拆下来，这样是对叉的。然后这个 V 轴拖链安装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拖链板筋，有一个板筋是保护的，也是美观的。我们拆机的时候把这个板筋拆掉。V 轴的那个线呢，从这边过来之后啊，这边是进主轴的那个水管，这里有个快插，然后这个是所有的油路的那个分油器，拆的时候拆横梁的时候，这些也会全部都拆掉。这个地方是电机线还有线位线上面对应的颜色，它也是对插的，拆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V 轴的这个拖链，V 轴这个拖链把它拆掉。整个拖链我们是把它全部给独立的，上面有个编号啊，我是拿6号机做的这个样品演示。现在就是已经拆掉了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板筋拆下来。这个是已经拆掉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的原始螺丝都在上面上着。拆完之后呢，这个 V 轴的拖链，然后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，就这样。然后包装，包装完了之后，每一台机器上面都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上面也会有编号。这个 V 轴拖链，三前三后，这安装拖链的地方，螺丝全部都在上面放着。然后上面也有编号，3号，拆装完了之后的。